中有配。好啊，刷好啊。这开二五万呢。通家人看到全域加油站吼，交流道卡啊高温啊，你哎呀！我住啊八斗啊，我市场嘛来这间来恁家加。我开二五万啊。哦，恁家会开啊？哦，我帮你出来啊。哦，你啊。哦，好，多谢，阿爸过来。哎。我问一下哈，你今天可以用中油配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好。加什么油？九五跳停。要统编吗？不用。先把50块的油券用掉。其实我也不喜欢办那么多信用卡，不过中油想想，中油里面卡还是办一办好。我一个月油钱5-6千块的。九五六。先用这个50块油券。50块油券，对，抵用券啊。对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应该可以刷。等下我看一下。好，可以吗？好。好麻烦，已经跑2趟了。大哥，那个中油配有那个抵用券可以用吗？好，我冰箱那边有写捐。啊，再 OK 吧，好，再付钱，然后中油配嘛，配3D，等一下，条码一维码，出资卡，使用一维码，不是，使用一维码，对，一维好。他也不会用，真的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捷利卡，这是捷利卡吗？对，哦，难怪。啊，对啊，他是用捷利卡，那我就直接输入。加油，中油加油，快成功了，比平常还要久。我好像还没有被扣到钱呢，然后不行用了。那个捷利卡它不能跟减那个抵用券一起用。是啊、哦。对。那所以就只能不用抵用券，然后直接帮你刷950。好好好 ，OK。那找到问题了，捷利卡不能跟抵用券一起用，所以50块我哪时候用？我下次个别来加50块的油吗？所以刷捷利卡就好。好。他还有红利金500块，他有抵吗？再刷一次，不好意思，你看一下好，大哥，有吗？啊？你把那个按掉，我 BD 二个看看。好，按了吗？谢谢。有吗？那你手机借我一下哈，我这样子比较难看。OK。网上很多人在骂，最后手机都被拿去了。956，几分钟了？6分，快7分钟了。光中油配就花了3分钟以上了吧？回去我看一下秒数。我后面已经塞车了，后面有一台好像加好了，后面又一台要来排队了。不会卡到我这里吧？好，来，麻烦你点副解锁一下。啊，对，有点 OK 转，是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我后面的车子要倒退走了，因为我已经挡到他们了。这一家可以用中油配啊，好紧张。有了 ，OK， 有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 OK， 刚好在研究中。OK， 谢谢。956嘛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操作比较不熟。好。啊，中油哦，956有了。中油设计的程式也一定好用的。啊。
哇，我阮家迄边遐袂使加啊。啊。我孙老坑迄间袂使用。无啊，家人区哦，咱随风属于家人区，干那前一家有站到我呀，两站都用啊，安尼。好啊，算好啊。这开25万呢。哈哈。从家人区到前一家有站吼，到六道卡啊，到阮安尼来呀。我住啊八道啊，我时常嘛来这间来恁家加，对吧？啊，直营站我都唔知啊。啊，这刚开始弄，大家比较不熟。有啦，直营站应该拢有啦。啊，加盟站我看三号坑无啊，啊，恁这间加有啊？啊，对吧？我开25万啊。哦，恁家会开啊？哦，我家己出来啊。哦，安尼啊。哦，好，多谢，阿爸过来。哎。哦，这个站长，这个站长不错，我真的来这边，其实真的大部分都是来这边加油的。快过，哎，我点点卡还没拿，等一下再拿。德莱素的10元小薯真的很划算嘞，你的小薯要32块，小朋友喜欢吃。下一个吗？没有人，好，下一个。一般他会有牌子啊，没有牌子就算了。12分的，而且刚才有被那个几点的500块优先扣抵掉，他油券不能一起用，真的很尴尬了。其实没有想到我弄的中油配也蛮好玩的，就是。以为申请了以后你就用嘛，就用而已啊，很简单。就是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问题，让你 bug。嘿，加盟站不行用，老板花25万自己升级配备，所以我定这样说，我以后都来你这间家的嘛，对不对？支持一下。想要热气球买一送一，德莱素10元小鼠，没有这张卡也可以买，也可以用德莱素10元小鼠。点点卡。10块钱一点，几乎就是打九折，买麦当劳打九折。咬了鸡球买一送一，小朋友喜欢吃嘛？小朋友喜欢吃就不用买太多那个东西，买太多嘛就随便买一下就好了。前方有测速照相。要来份炸鸡餐吗？咬了鸡球买一送一。鸡球买一送一。对，然后再一个德莱素10元小鼠。然后，对 ，OK， 那鸡球帮你先这样，稍等一下5分钟。刚才那个加油站的站长应该也很高兴哦，他花了25万的设备，终于有人来用了。你看他花了25万，结果我是第一个来用的，应该是第一个来用的。看他们手忙脚乱的，应该是我是第一个来用的。他都花了设备了，你不去帮他那个，帮他支持一下，对不对？好吧。中油配算那个过关了，前面稍等一下，等一下帮你送过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Go。